继续向北来看，花莲是台湾面积千台的县级，亚伯的气温里面县级是蒸坛路江，每前花莲烟脏，国民党时的县议里面富坤去，对到台北民进党出来县内，前花莲市长田志贤的朋友，年时的因联姻两届花莲烟议员的张米飞。另外还有五党籍的许念生同志都九师多的朱玉梅，也就算是市场影响来参选，不过还是在两强来拼的局面。尤其针对下个政见同交通议题，蓝绿两党都各各有意见，希望要用关心客家，顾好花莲，而来拼信仰。乡亲伴着乡亲群舞，烤肉打鼓，重现传统客家节俗。今年一摆花莲客家讲烟花，十二月先到花莲北区，乡人最多个吉文乡里盘，总共是三乡镇个客属分会，几千个客家乡亲齐众充满动态。二零二四年就会选总统到立委，客家艺术变作了重要话题。NDA 客家嘉年华的预算全部变，该按多停。来扁两年的客家嘉年华，来参加在扁双一，这不是不出师，都得走嘞哈。是怎么嫁得出去？庆港花莲东东烟经过两任任总世界立委界闽农客家移民提议会扶困区都提供客种一起动有地面图，结果会为客家做事情，并立委连任老总用政策行客多预算。所以啊，地方的文化发通，还有俺的教育哈，个俺的后生的客家子弟，哎学起来讲客家，行政院客委会的预算多一下食材啊。啊，莫一拉吼，俺希望啊，啊，再一年呐，啊，每年来增加，来争取俺的合肥会的预算。欢迎我们的张美惠。汉卡作为民进党的发言，又是历届政治人物之一。张美惠接受党内介绍，将毅然转战立委，诉求为客家唔系欠缺好听。讲发言人政府粘土预算，客家经费强卡特百分之两点二天。东南发展客家，花莲县111年的客家的经费编列是非常低的，只有3000万。那花莲可能办一场夏令嘉年华就3000万的经费就烧掉了，但是中央客委会给花莲县的经费就3200万了。好，那所以在这个经费的编列上，地方不足，那中央非常重视，那怎么样把两个串接在一起，这很重要。客家要讲的，等于话都传承啊，其他的东西产业也好，啊，下底所有客家文化也好，等于话都传承无呢？学到高两点钟，转于一里，你嘛无讲客，你也无法都传承来。南为花莲南北东冲，冲起一堆一起就交通困境。跳过虽然是从业推动快速路苗，但因为新本好业问题受到争议。一下现任立委傅坤基献出结账发动快，加加监督规划进度。刘洋界中委会也提出发列南北企业界资源应该均分分配，本乡亲都感受得到本政府照顾。玉里系南区两片水台的乡亲，啊，特别要么个平日啊，会后送到下台二镇去吼，啊，经过俩台九线吼，特别就会切叉啦风。风向灯就多吼，还是敢讲啦，快速道路通吼，其实救命的路啦。亚铁的发现啊，全力的启动吼，也可行性的研究吼，啊，也差不多评估出来，2300人一吼，我们一天全力的争取，分发动快速道路啊，各加把会吼来通控。资源其实应该要更有效的来运用，跟均衡，我觉得资源分配一定要均衡，包括现任的掌政者其实也都没有做好这一件事情，要均衡，所以我认为就是让乡亲能够感受到被照顾。其实花莲近期版图冲起蓝碧绿台，本应困着泛蓝青秧界贴票器。从2008年改做单一选区以来，从2016年由萧美琴为民进党拿下的唯一过半票数选上立委。立下众委会坐在老县任立委傅坤基里边，到花莲高一百位留洋，快出心理自发，还是动大的观察。
下卡新闻，翁小琪发言报道。